因为这个水势太猛，山上的堰塞无溃堤了，路断了，桥毁了，服务中心是整个被冲走。莫拉克风灾，大自然的无情反扑。外面在下大雨，又有山崩的可能性，我们开始想办法要把人员撤退下去。一场劫后余生的真实故事。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都平安获救了以后，我们哭得更大声。这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不可以忽视。面对狂暴天灾，他们不被打倒，心里其实真的很想在这个地方重新再站起来。用勇气和希望展现台湾人重生的力量。